我是吳家謙，我現在是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新聞部的，即是香港 TVB 的高級體育記者。那我怎樣是跟珠海演講有什麼關係呢？其實我就是這個畢業生，我在這裡就是就讀這個新聞傳播學系，畢業之後就去加入了這個行業。因為我覺得珠海學院的課程是這個理論和這個實踐都並重的，我們那時在一些初期的時候學了一些理論，他在到三年班的時候就會安排一個實習給我們，希望我們學到的理論可以實踐在工作上。我們加入了這個媒體機構之後，即是香港的媒體機構，就是有機會去接觸這個行業和找到一個入行機會。我就是這樣，就是實習員在亞洲電視新聞部實習，實習完之後就我很慶幸做這個兼職，完了之後我就轉了去這個無線電視工作。我讀那時候學習氣氛是即給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，亦都是成班人好像兄弟姊妹一樣，即譬如說大家一起做一些功課，很認真的製作，給我好像置身了這個行業的感覺。